应劳给万岁爷请安。奴才消毒，恭请万岁爷审问。端太妃起来。是。朕南越王朕已治罪，查抄王府幽禁府中，永不得出。至于死罪，朕免了。萧掌印意下如何？万岁爷，南越王触犯律法，罪涉谋逆，不可饶恕。 好，萧掌印公正严明，想必对自己也是一视同仁。端太妃中毒，消毒护卫不力，来人杖责。奴才领罪。